好了，我们今天玩个一张啊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玩这个小木屋啊。嗯。压入房拆了，密码在这里。丁博士，请家访。修单子。嗯，加配药吗？哦，那个是五哦。你不那个不能复制啊？没有用打的，我说用打的比较快。每周动脑环节，脑部检查。嗯，接下来好像是大地图。我看一下这个工作坊的关卡。披萨论。哦。好。等他先玩原味的，脑部检查 ，Go。哇，喝水喝水。啊、哦？哎、欸，哎、啊，怎么有那个外星人？又是你各位啊？有外星人？阿凡达、欸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外阿凡达、啊？这里有个阿凡达、啊。他好像上次就长这样。来啊，大家开始收集东西喽！我这里有水杯、茶杯、托盘、汤匙、花盆，全部拿起来。有没有这个数字串、啊？我看一下，土山、八爪，这里有个锁哎、欸。图像哎、欸，有一个图像哎、欸，你要这个吗？有一个。应该是仪表板吧，类似仪表板的东西。对，有没有别的钥匙孔？这有一把钥匙，应该是开抽屉的吧？哦，抽屉，这有一本书哎，打开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大海，这本书、哦，这本书给你研究。哎、欸，有了，这打开了，我已经开始了，我已经开始了，暂时开始了。啊、哦，你已经开始了。嗯，我暂时开始，你先放旁边吧，我暂时告一个段落，再来研究。哎、欸，这柜子有两本书，我建议你是先看那个书了。看这个书，好吧啊，这个地上这本啊，来我看看这几本，哎、欸、丢哎、欸、，I say luckily for us， 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可是它有很多本呢、欸，我觉得这些书的数量应该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里有东西，哎、欸，过来过来，大概这个给你处理，这个、啊、你吗？五、哦、嗯。五、哦，那还是三位数 ，OK 吧？三位数比较简单吧。然后不是他三位数，然后旁边还要按呢、欸，大概。哦，他是外面要按，然后里面也要对哦。哎、欸，白色，你现在手上有什么？放个窗户探气掉。这什么？为什么两个在动，一个在没动？啊，你们看我这个，你们哎、這個欸，那个我有，那个我有，那个在地上的报纸，大概在你身上。哦，烦的。等一下我没拿呢。哎，下面搞欧，下面欧北叮当外失踪啊！白痴，报纸在你身上吗？还是在丁义身上？报纸，我没报纸啊。在我身上只有枕头。你看那个报纸啊，只有一个那个。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，这不是这样吗？他说这样。哦，路片。九点半、两点、十二点，九点半、两点、十二点。哦，路片。按得下你吗？我镜子，哎没有哎、欸，最下面那个是180度哎、欸，好烦的哎、欸，我感觉没什么东西可以看，这样吧，嗯，大概你要不要放我身上这些？这样啊，我放地上啊，好老料的。哎，等一下，这看起来都是垃圾呢、欸。哎，我觉得把茶壶倒进杯子里，说不定是有料的。这个墨，这个砚台还是什么？这个墨的里面是那个隐藏金币，拿热。哦，那这书到底有什么用？也有书，我觉得啊，不然先全部摆回去，你把书都摆回去。一二三，感觉是以颜色还是标题之类的吗？是吗？
百几啊呢？书总共有几本？都放过来吧。有三种可能的形态。这是土哦。哎、欸，大概有铅笔耶，铅笔是不是要用到墨？没啊，那墨里面是空的、啊，里面是硬币啊。对啊，它是假的、啊。嗯，那里面是哪里给你硬币的？那这钢笔也会有用吗？我现在是没有任何。剑还没摔破的花瓶。电影里面钢笔里面都会藏东西，转去转就会出东西。这样。哎、欸，开了。开了。你拿到什么？什么？我拿到一个智力测验呢，请指出不同的动物。哦，这就是密码吧？这就是密码吧？一二四八十六。32吧，32，37，27。哇，对，他可能有不一样哎，十六后可能是168。有可能哦，他是最后把前面两个拼起来哦，16跟8。那你是很有逻辑。你们信我是个 B， 这个是 B。对应左边的展开图。哎，这个我很会，这个我很会。你很会吗？嗯。3号，3号。还是就先。三号。对，应该是看起来是三号啊。所以是2C3。哦，2C3。所以是233。是吧？哎，丢，这个根本就不用开锁。哦，下面这个有个帽子。哦，帽子不是通常都没有用吗？帽子里面有个代币、欸，哎、欸，这里，哦，2323吧，感觉。2323吗？因为这里是四位数的、啊。开了。哎、欸，来，一起看这一本。来，这个，你们看得到吗？我先把它拿出来。你打开看一下。好，丁毅把它打开。OK， 好，来一起看啊、哦，来看这个精神科、哦，自信满满，充满希望。哦，精神理论哦，翻页，丁毅翻页。嗯，啊，颅相学。哎、欸，颅相学，他就是我刚拿那个人头哎、欸。是啊，丁毅你翻过来啊。哎、欸，这里跟书本有关系，大海你要不要来解这个？哎、啊，你看一下那头像人格特征。人格特征我有这个一二四，我的头啊，他长就跟你现在这个一样啊。哦，看一下这个跟书本有关系。我研究一下吧，颅相学跟书本的数量有关系吗？哎，你们那边还有书本吗？算一下总共几本吧。我这边有一本啊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应该有十本吧？十本，豪迈不群。那种感觉他们都长，没什么感觉。这些书本应该有什么东西藏在里面？丁毅每一本都翻起来看看吧。我颅相学，就是，哼，我觉得颅相学好像要跟这个搭配。现在是要找一个找这间房子的主人的那个特征是？为什么师长身上这么多东西啊？就这个，我这个人头啊。不是你身上很多东西可以看，是不是？哎，崎岖之梦哎、欸，你在腰旁边这个？嗯，对啊。哎、欸，丁毅，这些书本里面有书哎、欸，它有那个书的符号、欸。书本里面有书。你把红色书打开，它左上角会有这个符号、欸。哦，自信满满，符号吗？不是，你要开红色的书啊，红色啊，这本红。他左上角不是有这个四本书吗？对啊。啊，这里也有书的符号啊，这个锁有上面有书的符号、啊，你把所有红色的书拿过来看。大凯，你已经开始是不是？233，看嘛。红色的书有四本嘛，刚好对四个，是不是？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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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另一把第一集找出来。这第一本感觉就是四嘛，就是看页数啊，看页数啊。你看页数都一样，页数都一样。然后看二号书啊。哦，六号，一百
第一个是四是不是？啊，四，然后二号是四二，哇哇，四四七七吗？四四七七，哎，开嘞！哦，里面有料哦，哎，里面有墨迹测验呢，哎，墨迹测验我这边也有一张哎，别忘了密码，这样总共有三张哎。来来、啊、一起看一起看，放桌上一起看，怎么看我都看不到，我感觉有拿起来、我感觉我拿一张看一下啊，一张一张看好了。崎岖之梦，什么叫墨迹特验？我这是三分之二，好像就是让小朋友随便画画，然后就可以知道他在想什么吧。啊，不然你把它翻过来，这次别忘了密码，这个是个数字。阿爸，你把它倒过来、这是个数字吗？这是个罗马数字，二吗？这是二吗？两个二，就是它，它是这个。哎呀，不是不是，它不是二，它是不是要往下折起来啊？哎，它是要往下折起来，所以是什么数字啊？我想一下，三。所以总共有三个数字，是不是？三。哎、可能是三哦，三是六吧？五啊，二三二二六五，二六五。阿宝，你试试看。你先全部按掉，你先全部按掉。还不知道顺序耶，不一定啊，二五六。没有，他有他有顺序啊，他有那个测验一二，他有一二三啊。感觉二九五。二九五，哦，哇，二九五，哦，开嘞，哦，里面有一本笔记本，先过来看笔记本吧。还有一颗爱心，打开。病人喜欢旋律还有语言。哦，拿那另外那一个来对数字吧。哦，那個、就那个嘛，来啊，如像学啊，如像学啊，在谁那里？那这颗爱心是干嘛？在我身上啊。要补血的吧？啊，所以哪里？爱慕虚荣。爱慕虚荣，我看一下。是五啊。它是旋律跟语言有很好的理解。旋律跟语言，旋律可是这里面看起来没有。那爱慕虚荣还有麻木不仁。麻木不仁哦。麻木不仁的另外一个。跟他同个意思的这个成语有，我看一下，冷血无情，不动如山吧？不动是不动如山吗？不动如山怎么感觉不太一样？好吧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人头啊，所以这个是要转人头是不是？啊，这个按人头上面有这个数字啊，我不知道我按五跟七看看，没有啊？再加个六嘞。它还有这个好斗，还有破坏性哦。好斗，爱打架，爱打架。那我再拿书看看吧。好斗，好斗，好勇斗狠，五九吧，有九。五跟九是一定有的啦。好不好？先按五跟九看。它有顺序吗？它有顺序吗？没有吧？看见没有？我觉得应该是四个。应该是四。你那一本再给我看一下，要不然我直接丢。你如像学丢给我跟大凯研究。哎，大凯，你去拿那个便条纸，地上那个。啊？如像学。便条纸。多少？大凯在我这，垃圾桶旁边。报纸。你说温故日报吗？是一个爱心。不是，在我的前面，在我前面。哦。不然你再按一下啊，十号，四号，十号，十号，不像雪，没，那不然我再按个三号怎么样？那我觉得七号应该有，五九七十，没啊，五九七十没事啊，啊这我感觉应该不是不动如山啊。那本看一下，他很暴躁嘛，他很坏呀、啊。
啊，那一本呢？旋律跟语言很深的灵体。哎，是不是还有其他东西啊？我记得刚刚好像不止这些。就是这个爱心。爱心呢？爱心拿出来看一下。那先地上。啊，那个颅像血再给我看一下，颅像血给我看一下。颅像血拿去。我先帮大家打开着我这个病人笔记。嗯，爱心里面有一个 love 哎、欸。有个 love 啊。有个 love 啊。嗯。看一下之前的东西也有是不是？大概你的游标可以动一下，我看不到那个字。啊跳动。很深的理解，就是一个就是对旋律有理解。这边有油画，我觉得这个小朋友是不是？哎，丁毅，来处理沙发。啊，颅像血，沙发也不能动是吗？啊，颅像血在我身上。套豆五九，崎岖之梦。哎呀，那颗人头破坏性，那颗人头破坏性，那颗人头给我。爱慕虚荣，麻木不仁，他很爱炫耀，又不想理人呢、啊，这么扯、啊。你找好看，大海，不然就要用老战术喽。大海，这个头其实没什么地方可以按的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那我书先还你们好了。不然你四五七九按看看嘛。我看一下，四五七九。好，那个那个头交给你了。你头也想啊？四五六十，阿爸弟，你按四五，你按四五六十看看。四五六十，没反应呢。没有，难道可以翻页？这个颅像血就是这样的、啊。他对旋律还有语言有很深的理解，这是唯一的好结论。是不是有东西给我按？还是只有这三个东西要按掉，其他都要亮。没吧？照理来说应该是有的才按吧？那个是颅像啊。啊，没有的按下去，那就代表这个不是他的头了。是这样吗？那五跟九是一定有的、欸，大概。那就点起来吗？还是你，不然你先点看看。哦，不知道，感觉就有的是要按，有的不用按吧？它上面的不知道怎么分呢？它就是根据这一本那本书啊。那本书欸、对，你去不要让我看，为什么我动一下就没？来啦，阿棒，我们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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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处理嘛，自信满满，应该是没有哈。嗯，充满希望，感觉没有啊。口若悬河，应该也没有。炫耀是口若悬河吗？不是啊。哦，炫耀口如瓶。炫耀应该是爱慕虚荣、啊。嗯。守口如瓶，感觉可能有，因为我觉得他一定心地善良。我看他这个脸就知道心地善良。好，不然试看嘛，五八九。五八九，哎，恭喜！然后你把其他的都按一下，除了五八九以外都按一下。啊，他要一个一个按吧、啊，总有一个特质是他有的。按、啊、那笔记耶，笔记嘞？什么？笔记不是不知道丢在哪里？我怎么给你？没有嘞、欸，没 feel 啊，没 feel 啊。哎、欸，把他其他的测试也拿出来啊！把其他测试都拿出来看看。他、啊、那个 love 有什么关系吗？那个爱心？对于我觉得那个 love 是代表他心地善良这件事。哎、欸，有可能哦。麻木不仁，麻木不仁，其实他麻木不仁是什么意思？这样都没感觉是不是？没啊，不晕吧？不晕，他就没有感觉啦、啊，他就。阿嬤啊，叫阿嬤。阿嬤。啊，那一本书嘞？这本书在我身上啊，颅像学，你先拿去看嘛。我研究一下他这个。我研究一下。
他没感觉、啊。好恶的人格特质与破坏性的习惯行为。测量人的头型可以测出人格特质。所以简单来说，他就是一个很爱玩玩音乐的，然后又很会讲屁话的人，然后又很爱慕虚荣，又很六八九。大海试一下，五六八九。五六八九，然后又很爱打架，爱打架，爱五六八九，玩音乐啊，重金属，我一看就知道了，这个人玩重金属。没开五六八九，再加一个十号，再加一个十号，重金属再加一个十号，没开嘛是没开，那再加一个十号，只好看你加过了，再加一个三号。口若悬河，等一下，我感觉是口若悬河，他感觉不是一个好人。嗯，再加个三号，没了没了，都加了。三五还是五？三五七，三五七九，三五七九，三五七九啊！开嘞、欸！哎、欸，开了，没有是三五九哎，三五九哎，我还没按到七，他就自己开了。三五九，口若悬河什么？是三五九。哦，我刚刚就说一定有三，哎、啊、哎、啊，里面有什么？你看，把钥匙。哎，我们有两杯吗？耶、yeah! ！哎哇！呼呼，过关。九。过关。五跟九是一定有的嘛？哎，有没有？我们如果要了解他，我就是要先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你说重金属啊？不知道，他就是一个啊，爱慕虚荣，对不对？然后又喜欢玩音乐，又喜欢讲屁话啊，那骗人。哎呦，来了啊！蝴蝶上面有个八哎、欸，我来处理。我觉得左边跟右边的书有料，我读完再跟你们说。我来处理小蝶。哎，这两边的书交给我，我看完再跟你们说。这些小蝶，我来了，来了，大家一起看书啊。啊，哎，我有一把钥匙，钥匙哪里给你？你可以帮我开这本书吗？我丢在地上好了，给你。哦，是跟颜色有关系，是不是？有了，打开。太好了，看一下。这样吗？里面是 D R E A N 五个红字，记住这个英文字，不知道是干嘛的。D R E A N 三号。好、啊，就没了，就这样。我来找隐藏金币了、欸。我先找到。不是，我这个隐藏金币我要连连看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个可以转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上面这个可以转呢、欸。转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你要先找个石，直接吧。哎、欸，下面这个也可以拉、欸。其实我没有看过这个钟、欸，这个钟拉。这是月相、欸。你懂月相吗？月相，就是满月那个那个、啊。满月全是什么的？我好像懂哦，蝴蝶好像有缺、欸。这里这个里面有个绳子，不知道是怎么样。月相，你这边要拉是不是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他好像感觉有暗门。哎，你在哪？你看，现在是、哦。那是有个书里面有按键，是不是？现在是晚上吗？哦，这种感觉哦。那你要把每一本书都拿起来看到，是不是有人这个打这个暗号阵，里面有按键？看电视都是这样演的、欸，嗯，哇，没有的丢旁边。那你一本一本，哎、欸，书有分颜色、欸，哎，哎，这个书中间怎么少一块啊？哪里？那个是钥匙，那原本是钥匙。哦，这个原本是钥匙。啊，是我不应该这样拼。我把我看过的书都丢在这个小柜子旁边。我现在有一本书，上面写 D R E A N， D R E A N， 嗯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绿色的书放在你们脚边，有左的这个 D R E A N， 嗯，哎、欸，丁颖，你那个钥匙还在吗？没啊，就插在这书上。你们还有找到其他的小蝶吗？没，现在的蝴蝶，我觉得可能在书里面呢。嗯，
好像真的要一本一本找嘞，好啦，不然来啦来啦，一本一本翻了啦，地毯式搜索，来翻完的就丢进垃圾桶，翻完就丢进垃圾桶。OK， 看完就丢吧。这么狠呢、啊？猪就直接丢了呀？看完就直接丢了。哎、欸，有个钥匙、欸，你又有钥匙了。嗯。你说书打开过一只蝴蝶啊？有个箱子，哦、可能吗？感觉不太可能。好，我又丢掉八本书了。感觉也不是在那书里面。怎么这么多本啊？怎么这么多本啊？感觉不太像。我把它全部收起来。哎、欸，全部都收起来了。你们有看到鸟的符号吗？鸟有吗？都收起来好了。哎、欸，有鸟哎、欸，有鸟哎、欸。什么东西打开了？我在这个下面找到一个柜子 ，DREN 的那个柜子找到了，这个哦 ，DREN 里面，然后里面有一个，里面的一个硬币写“致我的爱妻，我的爱情好像一把火”。哦，转一转看，你转一转看，没了。啊不，你把它打开吗？可以打开吗？这个应该是可以打开的吧。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，这边不是另外一边吗？另外一边，应该会有东西给我按的，对吧、啊？你按不下去啊？嗯，我给你们试试看。我的爱妻，哎、欸，丁义来帮我数鸟。数鸟，哪个鸟？这些鸟的雕像，帮我找找看。鸟的雕像，应该会有三个鸟的雕像。对，四个鸟。哎、欸，等下，帝王蝴蝶来，帝王蝴蝶，哪里哪里？蝴蝶在哪里？它是一张纸，你拿去看。我在抽屉找到了。相同翅膀的蝴蝶应该有联系。对啊，我就是这样排的、啊，可是不够啊，数量不够啊。数量。嘿，我滴热气。这边还有一个数字，这数字锁。哪有那么多数字啊？好，有火吗？这里有火吗？1919，老板换这个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这边开嘞，我这边开嘞，出数字嘞，38572，38572，你看哪里需要？那就四个数字。那应该有个地方需要用到。啊，这里有，这里有38572。哦，下面啊，这个时钟要调啊。对，哎、欸，有鸟了，有鸟了，有一只鸟、欸。那应该是要把所有的鸟唱片呢、欸。早上6点。哎、欸，把鸟都放回来、啊，为什么鸟变少了、啊？哎、欸，我缺一个唱片呢、欸，唱片缺一角。唱，哎、欸，在我这。大海，这个时钟你有头绪吗？没有啊，没有资料、啊。哦，鸟在叫哎、欸。哦，等等，还要照着这个鸟的顺序来开这个，是不是？哈，给你一个鸟。呼，不是，先找到所有的鸟再说，先把所有的鸟找出来。来，三只啊，来，三只了，三只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再让他唱一次。先咕咕咕，不是为什么这一直弹起来咕咕咕啊？不是，到底会不会播放？不是啊，不是这样按着放下去，哦、然后转哦，不是要转一转，转一转。哎、欸，刚刚一定是你也一直把它抬起来。哦，先咕咕咕，然后乌鸦，然后咕咕咕，然后老鹰，93 93 93 91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。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！原来只需要三个、欸。咕咕咕，咕咕咕，打开，打开，里面什么？哦，哎、欸，里面是时钟的、欸。时钟有关系吗？跟时钟有关系吧，感觉。你要把要点这个吧，我觉得是这个、欸，你要烧这个吧。哦，那你把它烧起来看。那个火柴在哪里啊？火柴被谁拿走？在我这
也需要烧吧？烧这个木啊，这个木的木头。哦。可以烧它吗？啊，不然你用看看，你用看看，我不知道怎么用。它不烧它。是用这波火炮。书本锁是什么？不是。哦 ，DIEM。对，你们能不能好好整理一下这些东西？我通通把它拿去丢掉。火柴盒丢了。火柴盒怎么点火？哦，我知道怎么用喽。哦，来看看喂，我有火了，烧起来了，以兹用火，呜呼，看给它烧完吧。啊，以兹用火有给东西吗？哦，会有火。还是什么东西要丢上去烧？丢书上去好了。哎，欸，有可能要丢东西上去烧。哎，欸，有什么东西要上去烧吗？哎，哦欸，那个我的爱情像一把火啊！哦，不要再丢书了，哦，我的爱情像一把火啊！啊，爱情嘞，爱情嘞。好，有了，打开。哪里打开了？怎么打开了？对，我手上。里面那爱情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哦，里面要拉这样这样这样哦。直上中秋月，夜半广寒宫。哦哦哦哦，现在是中秋月饼。中秋月吗？初一十五，所以是中秋啊。满月吧，满月吧。然后呢？另外一句是什么？夜半广寒宫，广寒在你店是不是？夜半晚上的满月，半夜11点吧，11点11点了。那先十二点先放着。啊，阿半十二点。然后拉下面的这个。下面长怎样？你就照着他那个放，有一个中间最移到最下面。然后这个中间呢？再往上。阿关姐。好。哦。好嘞。哇，看我们智慧是不是有点高啊？你太简单了呀！对啊，哎 ，so easy，so easy。太简单了哟。哦，我感觉是上一次那个太空的好像在搞欸。上次太空的那个我感觉很怪啊，很怪。嗯，太空有问题啊。嗯，有重新连接了没？我等待其他玩家嘞。大概断了。我要重新连接，我可以回到选单欸。那阿半年跳出去。我跳出去。我出来了，你出去了吗？我出去了，我又回来了。你可以自己连回来的吗？玩那个右键啊，右键加入游戏。那你是会在那个主画面是不是？还是我们其他人家出去了？好像要跳出去，卡了。哦，加入，重新加入房间了。我重开了，哎，猫怎么也在玩这一款？哦，0305吧，0305，我们等一下试一下这个密码吧。哦，我也觉得下一个密码应该0305。啊，所以我现在也要跳出去哦。不要跳，你看你能不能回主画面？好像不行欸，我卡在那里，我重开哦。贴了。哦，对，人墓宅邸，哎，刚刚那一关的硬币我们只找了两个，啊，这么少啊？硬币那乃身外之物，竟然只有两个。OK， 出发，阁楼，希望这一段可以全找到。
然后隐藏硬币啊。嗯。小房子，爱德华。这里有一个纸房子。Daniel。房子亮灯，应该代表着数字吧？哦。这里有一堆玩具。一球一交给我吧。哦，有婴儿哎。婴儿。球衣上有个按键哎。有两个按键。巴西。这里有个玩具。地球仪吗？地球有很多按键哎，你可以看一下。看看大海，中国第一个中国。哎、欸，我找到一个钥匙哎、欸。中国、美国，然后非洲、英国。嗯？破掉了灯泡哎、欸。中国。丁宇，你那边有啥？我在玩这个玩具盒、啊，那多少可以干？哎、欸，我这里也有一个哎、欸，一模一样的、欸、丁宇。我。不好用，把它全部转出来，摆一起看，摆一起看。中国、欸、美国，哦哟，四种不一样的符号哎、欸。非洲，然后英国，非洲或英国，看一下，是什么？还一只狗哎、欸。中国，然后美国，非洲、英国哎、欸。非洲英文是啥？American。哈，不是吧？找不到了。Africa， 我已经按了，我已经按了中国跟美国了。你按了？我已经按了，我两个按两个。好，非洲，这个是什么？这里啊。非洲，亮起来，亮起来，让它亮起来吧，是要亮起来是不是？应该是按过了，没有亮起来，我就给它按过了这样。哦，要轮流按的吧？先从中国开始吧。嗯。不亮哎、欸，那从美国开始吧，也不亮哎、欸，什么意思、啊？哎、欸，我知道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英国，然后英国中国，美国，非洲，然后再英国，这样。不拉兹哦，英国，我找找看，英国。喂，看出来了，先英国嘛。它亮了。英国没反应啊。哦，他是从英国去中国吧？欸、这个画像后面有数字，哎，1876，但是这不重要。要给我来按1876，好，没有反应。1876，哦，奇怪了，他先来到了中国嘛，然后搭飞机去美国，那为什么按不了？你去按看。先从中国，然后飞到美国，937，然后到巴西，然后到好望角。他哪去巴西？他有去巴西吗？他不是往南飞吗？他有去南部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哎，打开了，他有去巴西、欸。拿一个灯泡，这里，放上去，然后可以看电影的样子。哦，是什么？启动啦！哦。可以看电影吗？要怎么看？是吗？不然我们还缺上面这个吗？这个影带吗？是吗？哦，要影带。上面有两个那个应该是缺的吧？哦，这里要给婴儿称重哎，还有两个呢。哦，不是，婴儿要放在指定的位置，是不是？那你全放一放不就好？在这边是不是？还是这些？哦。兔子5937，5937吗？直接输入，没有哎、欸，这里只要三个数字就好了。不知道5937要放在哪里？打电话吗？哎、欸，这有兔子哎、欸，5937哎、欸，需要一个三码的。5937只是四个字而已吧？还是5937打三次？有没有时间的、啊？这个感觉要时间。这个要怎么归零啊？五九三七，还是这个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哦，你的手是不是怪怪的、啊？你来按。
哦，这个狗叫做 Lazy 啊、哦。那、啊、我们还要找到这个叫做维克托的。没有，那狗是我乱放的。哎、欸，我这里拿三个珠宝，房子的城。没有，我现在需要三个数字哎、欸，三个数字感觉跟那个玩具吓人箱有关系、欸。吓人箱没有料吗？你说这个，你说这个，这个锁是不是？这个锁应该是我的。这个下面这个锁、啊。好，来你试一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二哦二七二七，然后一二三四五五吧，二七五，嗯，是那个、啊、不是那个、啊、大海是这个 啊， 啊，这边有一个房子符号的，你那个上面写什么符号？酷啊，我看吓小小吓人箱啊。哦，那你处理下人箱吧。什么东西开啊？没料哎、欸！我开了一个胶卷哎、欸，胶卷一半。没有纸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哎、欸，是不是跟下人箱转几圈出来有关系啊？哦，有这个料吗？我有跟他们头发有关系、欸。下人箱有六根，有几个？哦，跟哦，新型的先。那我来转看要几下、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清醒的是我这个，要不然数毛好了、啊。毛都是六个啊，都是六个啊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一个新的那个数字、欸，哎，二四八一，哎，二四八一，打自己打出来了。哦，会不会是这兔子？兔子，兔子是打自己啊？啊，那你试试看。那我来吗？二四八一。我找一个下人箱，是黄色这个是不是？我有一个啊。你说下人箱什么顺序啊？啊，打开了。不知道、欸、他没说哎、欸。丁宇，你是哪里找到的？五下，那个那张，那张。哎、欸，我拿到一个可以转的东西哎、欸，有什么东西可以转吗？可以转的，什么意思？我看一下。啊，这。好了，我们目标就把它修好。我们终于找时间打扫了阁楼，荔枝。我们首先找到了，哎、欸，不是，这个女人叫做荔枝啦。在喽。那这个狗就叫做丹尼尔啦。丹尼尔是狗？我看一下，它有什么顺序吗？不对，丹尼尔是一个人，丹尼尔是一个人。不知道这个颜色的顺序是什么？它上面是写这个，你看这个。啊，也不是这个，酷啊！他说新型图案是第一个出来的，然后我们找到了丹尼尔的，总是要转世。哎、欸、哎，还有个箱子嘞，还有个下人箱不见了，找两，就两，在我这，在我这。快点，哎、欸，你找一个，那是一四六，找一，我觉得应该是先称重、欸，哎，应该是要放在上面称重、欸，这四个好像得摆上来、欸。狗应该是感觉是上面那一个、欸，不行，这种东西摆不上去。嗯，荔枝应该是这个。哎、欸，你们过来看这本书啊！哪一本？我们一个一个找吧。我这一张、啊，大爷你过来看。哇，下一张看不了、欸。找时间打扫的歌。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有一个四次会打开的。转四下会打开的，找找看。我就是这个，那、啊、这个就是这个新型盒啊。它、啊、转四下就打开了吗？嗯、打开了啊。啊，还有一个会什么转很快会打开的，最快会打开的。那个我转五下还六，五下还六下它要打开。哎、欸，完全就不知道它要转几下。哇，起始点跟终点它在哪里？快啊，快啊！来，你们拿去转，拿去转。找到你的玩偶。好，我先把这个拿起来。这真可爱。我第一个跳出来的，然后我们找到了丹尼尔。哎，我们来找其他东西。我这里其实还有一把钥匙哦。我这里需要一个时间，一个时间。这个时钟看起来是需要开的吗？可以动。时钟哦，你在哪里找到的？
知道，就是旁边看到的哦。那个可以转，反正它那个可以打开。转最多下才会跳出来。看看旁边的纸啊，大海。哎，没有这个吗？哦、oh, yeah. ，原来这个要把纸放上去啊、哦。嗯。我开始打字了，是不是？安妮尔。可是刚刚已经打过了、啊，就是那个兔子上面的字啊。哎、欸，那个兔子箱打开了吗？没有、啊，阿梦姐那绿色的嘞，绿色的那个玩偶。绿色玩偶不在我这啊。嗯、欸。不知道胶卷嘞。哦，在地上。啊。你是可以再拿是不是？啊。那就剩这一箱嘞，三位数。有一个是四嘛，我觉得四是第一个。最快跳出来是第一个吗？嗯。最快跳出来是第一个吗？他不是说他总是快第一个跳出来吗？哎、欸，这个也跳出来啦！你转几下跳出来？怎样？我觉得这个新型的应该是一啊，然后这个东西，这个星星应该是四啊。哎、欸，那一张纸嘞？那一张纸嘞？我也不是，哎、欸，哦，在我身上，在我身上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六啊！首先，我们找到了你的玩偶盒上面的星星，星星的是第一个啊。啊，最多下那应该是六，我转六下它会开。一四六。哦，我会打。一四六吗？我来试试。但它没跳出来。它是转一下就开。哎、欸，二十六开了、欸，开了，啊，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来来来，摆东西喽，大象，玩具、欸，马儿，还有这个小船，怎么样？小船，蛋吧，小船没关机的，还缺一个哎、欸，丹尼尔，怎么可能？丹尼尔是火车吧？可能，哎、欸，是一匹马吧？好，来开始分吧。我觉得丹尼尔应该是火车吧，火车厉害一点吧。马放这里吧。不是啊，这火车肯定不是啊，缺一个。哎，第二这里怎么有个飞机？哎，播放嘞，开始播放嘞。啊，开始播放了吗？没有，是我按的。可是它好像要照到什么东西上面吗？哎、欸，不是，这里好像要分呢、欸。爱德华是狗吗？爱德华是狗、哦。还有房子、欸，房子呢？爱德华大狗狗吧。你怎么看谁是谁的？啊，就从前面的线索我猜猜看啊。哎、欸，这边怎么有马跟这个啊？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人的玩具哎、欸。找好看，找好看有没有信？荔枝的玩具是玩偶吗？荔枝是玩偶吗？嗯。哦。大家找好看，大家找好看。然后我们找到丹尼尔的，总是要转才会打开。所以丹尼尔的要转是不是？丹尼尔要转四次才会打开，所以是这个嘛？一个星星。哎、欸，你看一下他那个，他飞机是不是上面有飞机要转哎、欸？我这里只剩下一匹马跟一只狗嘞、欸。嗯，丹尼尔的，那狗是在最、哦、啊最看来就要转最多一下才会跳出来。啊，这只是小丑盒啊，还是这有什么？啊、哦！哎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大概，嗯，他这个是什么？嗯，我要当尼尔。哎哎，这四个玩偶分配一下吧。啊，荔枝一定是玩偶啦，荔枝是一定是玩偶，荔枝一定是玩偶嘛。啊，丹尼尔是什么？啊，丹尼尔的，他这个上面这里。好吗？我看看。没有，这个是所有的信件都拿出来看一下吧。没了。
啊，我没有找到信件了。你没有信件了？哎呀，纸箱啊，大海，这纸箱可以玩。还是这个马是星星？这个马是星星？为啥？我看它尾巴有星星。那它就丹尼尔啊？那这个尾巴有一只鸟、欸？它是丹尼尔的。尾巴有一只鸟。这个尾巴星星的话，剩下两个先放上去啊。这个尾巴是一个香肠哎、欸。如果有花的话，那就是啊有花就是、你就 A 啊，你把它放上去，来过。灰领机，会有人叫飞机这个吗？会托利亚。来了，摆上去了，摆上去了。跟你有狗狗。哦，我感觉。哎，开了！哎，启动哎，走喽！哎，不知道，管他的，走喽！啊，过了就好啊！哇，走喽！呜呼，拿奖励喽！哎，又赢了！刚刚有拿到什么线索吗？再看一下吧，我还是想知道一下。要跟那个打字有关系吗？就是那个不是吗？我只知道，反正。荔枝一定是玩偶，然后有星星的就是丹尼尔，其他两个感觉是靠赛。有星星的是丹尼尔、啊、，OK 吧？哦，他屁股有星星、啊、因为丹尼尔他转四下的那个嘛。然后这个飞机有一只鸟啊。飞机有一只鸟的话不知道，但是有一个花的，如果有一个花的，应该就是狗了。有狗？这狗有花吗？有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然你拿你看，你没花、啊。哎，我看那张纸，我看那张纸，在哪里？我哎，在我身上是这样。来，你掏出来，你掏出来，我们一起看。我转啊，来，阿爸，我看啊。来，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。第一个就是荔枝的玩偶，就它就是转一下就出来，就是我一开始打开那个星那个星形玩偶。然后第二个是星星转四下就出来，所以是丹尼尔。最后找到我的要转最多下才会跳出来，所以妈妈是一条狗。妈妈是妈妈是那朵花、啊，妈妈是那朵花、啊，那就是这条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妈妈会有一条狗？啊、这条狗。妈妈是花。啊，这条狗也不像花。对啊，那条狗我刚看过，它上面也没有花的图案啊。啊，这里还有大象，这里还有大象哎、欸。Elephant。这里有花哎、欸。然后这里还有船哎、欸。船是怎样？船在哪里啊？不知道，我们是错过了什么线索吗？怎么可能？它就没有什么线索的。來还是他蛮要命的。检查一下身上的东西吧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丢出来看看。就这个、啊。我身上是空的呀。大概你已经空了。我疯狂跳舞啊！你等我一下、啊。哎、欸，该不会是这幅画了？哪里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丢！你有这幅画在藏？不是，这幅画本来是挂在这上。这上面是有人把它丢下来，我才不小心把它捡起来的。哎、欸，丹尼尔应该是儿子嘛，儿子有一只马，然后爸爸会飞，然后妈妈是狗，然后女儿变成洋娃娃了。哦，是这样啊、哦。哦，一切的谜底都解开了。哦哦，有人在藏吗？有人在藏啊。是吧？哎，你藏这么久，尴尬。还有，来招魂哦！这次要招魂哦，招魂呐、啊！我看来这一家好像都消失了哦。如来神掌哎、欸，大海，我这里有一本如来神掌哎、欸。哎呦，是我。这怎样？哦。木星、火星、地球，
植物的书。哎，找到地球嘞！哦，要找到所有的星球，然后把它塞上去。B， 什么、啊？蜡笔小新那个动作是不是？八。嗯，走马灯纸条，这咋鬼？恐龙 pose 了。哎、欸，你们有那些人偶吗？人偶走马灯在哪里？人偶我刚有去拿啥？给你走马灯、欸，好像是八什么，看不太出来。好像是八什么？放这纸条可以吗？不啥，不能尬在一起。哦，中药哎、欸，研磨器。我这个是什么心啊？我这边需要一个沙漏，一个指南针，然后还有一个天平。是什么？沙漏、指南针、天平，掉了也太多了吧？三盒，哎、欸，大凯，大凯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知道。这个大凯，你那个跟这本书有关系，你那个研磨，哎、欸，那这很和谐。哎、欸、呀，我这个真的要招魂吗？大凯，这个给你啊。那个绿绿的掉出来。哦，哦这里要玩这个。碟仙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招魂招魂招魂的在哪里？招魂。哦，白痴，你要看这个招魂的。首先我们要有蓝铃花、曼陀罗、扁桃，扁桃要磨碎了。蓝铃花。蓝铃花是哪一个？蓝铃花。我看一下，啊、大海，你那本书看一下。本书不在我这里啊。啊，蓝铃花就是我这个蓝铃花，要怎样磨碎啊？要烤、啊？完整。完整蓝铃花。走马灯要怎么让它走起来？曼陀罗叶也是要完整啊。大海，这个给你玩，这个给你玩。哦。是什么？这么多人。曼陀罗叶要干嘛？曼陀罗叶是中间这个叶子、啊。也是要完整的，然后这个磨碎的 A B C， 来这样啊，什么鬼 A B C？ 好，然后嘞，然后怎么组合？然后暗修哎，永修哎，你说全部放进去烧啊？啊、哦，好来啊，拿过来啊。A B C 这个图是干嘛？哦，这个是个数字啊，二。来来了来了来了。是八，来了来了，这是一吧？你确定一是对吗？一是不对啊！是啊，你要三个同时对丢进去烧啊？是吗？那、那怎么三个同时丢进去？我看一下。哎呀，他依照配方顺序啊，你蓝铃花要先丢啊，蓝铃花先丢啊。然后那个就是曼陀罗叶，然后最后是我那个、我刚那个扁那个睡觉的曼陀罗叶，然后睡有两颗球，怎么样？比刚刚还没感觉？哎、欸，开了啊！不要玩蛋，我这样乱练胸，好爽！哈哈，哎，你 A 开了一个，这 A B C D E F G。H I J K R S T 吧，是吧？我这样拼没错吧？不是木板碎片，你英文都不会啊、哦？不是，我只是跟你 double check 而已啊、哦，我只是 double check、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， 好像对，好像对。N O B Q R S T 对嘛？你看 double check。好，我看一下。按照顺序放入材料，用烧的蓝铃花。来啦，蓝铃花一把，你再磨一次。那，你拿的那个是蓝铃花吗？这个就是蓝铃花，我就有一本书。不是啊，这个才是花，不是、啊、这个是花、欸。你拿的是叶子啊？哦欸、有神仙掉出来了、欸。我拿的是叶子，我拿的就是蓝色的这个花、啊。哎、欸，有佛祖啊、欸，有佛祖、欸。蓝色那个花是曼陀罗啊。他盲疯了。我曼陀罗啦哦，读册好不好？念书啦，来啦，来，你现在跟我一起过来看书。你现在跟我过来看书。啊，来来来，五
左手。来来来，你看树上什么？哪一个？蓝铃花，不就是长这样？看好了。啊，曼陀罗叶，你有拿对吗？曼陀罗叶就长这样嘛，这样嘛，长得像那个。曼陀罗叶你一定拿错，我跟你说，曼陀罗叶你一定拿错啊！来来，我们拿出来比，这个长这样。右下角这个才是曼陀罗叶吧？他怎么转过去了？这个长这样。曼陀罗叶有点皱皱的，有点皱皱的。这个啦，哦，这个啦，这个我找到了，左这个一定是左下角哦，那就是你刚刚是放错了，来，不可能，来，你赶快磨，你赶快磨。好，我赶快磨，我赶快磨，来试一下哦。我拿不起来。好，来来来，好来丢进去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四九零啊，一定是你刚刚拿错叶子了，不可能。249刚刚一定是疑似有问题，249该不会被定义 A 开了吧？没有定义，怎么249？这阳台很舒服哎。249是哪一个？这是土星，是你那个。好。哦 ，A B C D E F G， 还缺两个，还缺旁边这两个吧？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，这个要四个数字。249啊？不是啊。这也要钥匙，四个数字可以是249，哪里要四个数字？哦哦，我感觉到，它旁边不是有吗？有这个，有什么？口啊啊，那个不知道什么、啊？因为这个手是地球，所以你刚下面这个，你硬 A 解开了什么、啊？不是下面是这个左手解开的是走马灯、啊，下面是左手还右手？看不太出来那个手，你知道？大凯需要支援吗？我 A 的是走马灯、啊，分不太清他的左手右手。大海，这个我现在桌上放的这个是左手啊，这是我是说他的手哎、欸，他的手左手右手，他那个多出来的手是怎么算？就是啊、你知道吗？就是你直接把它转过去、哦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桌上放的这张就是左手啊，这张是右手，然后大概那个你刚拿那张是右手吗？左手是他的右边吗？对，左就是我们现在看他的右边。哦，那这张图的左手又是哪边呢？他这个里面的提醒，他是正面还是背面？看不太出来。百事刚249，你有在哪里用到过了吗？没，我不知道。我开一个249啊，这一个，来一个。哦，那249，它里面拿到什么？这个拿到一个木板碎片，就是 EF。木星、哦、就这样，一只手就按键，那就圣徒来生长啊。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这到底是什么？我觉得如来生长应该是先的，先把如来生长解了吧。没错，来，我再看一次。看一下这个，这样，这什么、啊、花纹？一二三四，我没看过那个花纹、欸。人偶你用过了吗？哦，零跳楼。来啊来啊，试一下人偶啊！好、哦，哦，哎，我好像懂了，我好像懂了什么？你看，定义把人偶摆上来。人偶还有其他人偶吗？总共有三个啊，目前有三个。这个人偶呢，我已经解这个下面这个了。哦，人偶你已经解开了、嗯。对啊，解右下角这个啊，右下角这个是人偶的。哦，所以人偶已经没了嘛？人偶上面这个动作是数字，大概这四个星球是你找到的、啊，五星地、嗯、有两个星球在下面呢、啊，然后现在就剩如来神掌是不是？如来神掌怎么解？嗯、他一个手掌一个星球，然后照下面，可是我不太知道他这个影子是正面还是背面。我看一下，哦，大概你那一张在哪里啊？我没拿，我没拿，我出来了。如来神掌，就旁边这个，就右边这个吧。嗯，他每个人每个手不一样。对呀、啊。好，我来处理他的右手啦，我来处理他的右手。啊，所以哎呀，没动。我快好了，我快好了。你快好了吗？啊、哦，火星是小拇指。这样吧。哦，有一个钥匙哦，注意哦。钥匙这
哎、欸，有一个走马灯的纸条、欸，哎，嘿，掉走马灯、欸。对，那个走马灯被 A 过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有那个有另外那个锁的了。有塔罗牌、欸，你看那塔罗牌哪里？我有塔罗牌啊！来来来，我有一张，我有一张。哦，我们一人一张是不是？来哦来哦，我这有八张哎、欸。最早是皇帝的舞会。皇帝的舞会，你找一下。皇帝，皇帝的舞会。然后这个也不成为了恋人，在女祭司，恋人加女祭司。哎，大海，你就按那个按钮。这是能合起来的吗？这个怎样？这个麻烦你买叮当啊！来，请说四个号码。四个号码。来，皇帝，首先是皇帝，皇帝应该是皇帝是五啊，然后恋人加女祭司五六二啊，五六二，四个数字呢？恋人加女祭司要合在一起哦，恋人加女祭司要合在一起，八八八，第二个是八五六，第二个是八五八，然后第三个是愚者零。零 ，Hello， 五八零三，啊，嘿，这个是 A， 又 A 开喽。最后一个有四界，最终我们的爱是。打哇鲁豆，打哇鲁豆，可以玩碟仙了，打哇鲁豆。来 ，A I V D R O L G， 来一起玩碟仙喽。A， 那个火是你点的吗？哎、欸，你快快快！哎、欸、哎，很快很快，等一下我有点怕，等一下，快快的快快。第一，很冷很冷。哎、欸，他刚刚不是全满吗？等一下，这碟先要大家一起玩啊！来，都过来都过来。嗯，围起来。来啊，来用大家的，大家这个放轻松，来，先 A 嘛。这个草，这个草在耍白痴是不是？火亮了吗？没。火亮。来我来，我刚有看到一个全亮。哎、欸，他这亮起来了，还是反正就是这样。我来了，我开了，第一亮起来了，第一亮起来了。我来试试，我是没了，又消了。你们看那个火，哎、欸，全亮，没了，又全没了。它是有顺序的，是不是 ？B， 阿宝，我一个一个来。哎、欸，先 A 嘛 ，I 亮 ，A 亮了吗 ？A 亮了吗 ？B 亮了 ，B 亮了。哦，感觉是现在才开始哎，我看一下 ，V 先亮哎 ，V 亮两下 ，O 亮一下，是有人在转是不是？哇的，小时候都听不要玩这种游戏哎，这样很危险。哎，他好像真的在给我们传递一些讯息哎，会不会请不走？不会啦，不会啦，我们马上就要开溜了。哎、欸，好，大概你来算，我来转它。我算法第一。来来，你要等它全亮之后，然后从第一个开始。哦。哦，你说什么 A I V D R O L G 哦，不就是顺序吗？不是不是，你要看它、嗯、V 吧 ？V 先吗 ？V 先。V O I。哦，有亮。B。V O。哎，第二个是 Q。V 啊。V O I D 吧、啊，还是那 L， 我也不知道。哦、好，啊没有没有 ，V I V I， 啊 V O I D， 哥啦 ，V O， 然后 I V O I D I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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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然后嘞，哎、欸，那就没了吧。显灵，显灵了，哇，强了，显灵了，哇哦哦，溜喽，哎、欸，被抓走喽，哎、欸。走喽，黄泉路上有你有我。嗯、去地下室喽，所有的一切都藏在地下室喽。开门喽！嗯，哎，开始。小蝶、欸，有小蝶在飞、欸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书不行，这个书不行，这个书看了我想睡觉，字有点多。什么书？看一下。这个丢在地上，青蛙里面有些内容，我看了一下，物种瞬间累了。
3月12日，旅途明天就要开始了。3月17日，斑马大象，是跟斑马有关系是不是？我先想好，还是物种起源？这有一本书《物种起源》。哎，物种的起源，你先给我嘛，我看一下。哦，苍蝇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青蛙。哎。哦，玫瑰。你先看一下那本书。玫瑰被苍蝇吃，然后苍蝇被青蛙吃。来，物种起源，我看。然后蛇吃青蛙嘛。哦。然后老鹰吃蛇，老鹰。老鹰吃蛇，老鹰嘞。啊，老鹰。大概又开始了。看起来很好欸。鹿。有鹿啊。狮子，鹿，那狮子跟鹿嘞？怎么？哎，这个怎么？这个怎么都不见了？它应该是下面有一个数字吧？哎，大凯，你来处理这个。大凯，啊？这个斑马是解这个锁的。斑马解锁，来了，交给我了。这个，这样啊？在斑马的前面，斑马的前面，斑马。这里啊，这里有个字哎，首先是肢体的数量，然后触及了不知道什么哎。这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个锁啊，大凯。这样，下面这个，那个鹿，斑马，这里有斑马。嗯。哦，这个应该是斑马是什么意思啊？这里有一堆角哎，那个。还是得放回去的吗？什么怪人的那种那个脚？先放回去吧，那个动物先放回去吧。你、欸、是大象啊、欸，不是动物已经是放不回去了呢、欸。哎、哦欸，那个纸条在哪里啊？我缺一张。啊，动物已经放不回去了，是跟他们的脚有关系是不是？哦，他灯泡搞掉了。你有纸条吗？在地上、啊。触及了什么的那个？我没了，我刚丢在地上啊。哦，那缺一张、欸，缺一张。啊、那其他动物在哪里啊？我看一下。我的应该已经附在上面了。哦，刚捡到的。这本书上面写什么？青蛙蛇。3月12，3月17，3月23。Oh my god！ 好啊。哇，缺一张是不是？哦、oh。3月12，旅途就要开始。嗯，这咬了一个，这是啊，其他动物呢？我看一下，像也没什么特别。黄色的也。大象。不知道是。大海，这个就只能转，是不是？嗯，没有别的操作机会了。旅途明天就要开始了，这些人真可怜。不是鼠脚印吗？真是，应该不是鼠脚吧？因为鼠脚的话，就全部都是，全部都是。没有，我是说鼠脚印呢、欸。它这个地上不是都会有脚印吗？哦，好，要再拉一下这个。感觉有这可能性哦。哦，只有五个是不是。哦，你。大象是吧？首先是金色的眼睛，大象是1、2、3、4，脚印哎，大象6，等一下哭完、啊、你怎么把狮子调成8啦？1、2、3，然后鹿是4，哦，鹿在哪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按照顺序来嘛。狮子，不是这样。1、2，它被黑夜所吞没了。黑夜所吞没了是哦，那充电啊，六个金色的眼睛哦哦，停电嘞，还真的是这样，有个钥匙哎，随便找个地方开吧。天蓝色的海水，哎，这边啊，我们总共要拿1、2、3、4、5把钥匙啊。丢了个大标哎、欸！我看到一个好人在战斗，其他人在一旁观看。这个、这个、这个是怎样？
哇哥，一个好人在战斗。有五把钥匙啊，这么硬啊！有五个迷是不是？哎，我打开了一把钥匙嘞。哎，我拿到一把钥匙。在哪里？在这里。那里钥匙在哪里？哦，你在你后面，后面，你后面，我这里。你看，哦，插进去。啊，老鹰哎、欸！这只老鹰，我把它解开了，没看懂。铲子、啊，你也用那个战术、啊。如果我是在这边，我是还是有照一点逻辑的，我大概知道其中几个。哎呀呀，这边是、哦、是这样啊，这个位置，这是两三把钥匙，紫色的各是左右两个。玫瑰不是应该在最左边吗？感觉跟那个蝴蝶有关诶、欸，它也在飞诶、欸。对啊。哎，如果我少了一个棒的东西，失踪的话，我后面有一只蓝色的蝴蝶，然后我、欸、不先解下面这个条纹吗？这怎么看都跟斑马有关系吧？斑马嘞？斑马被谁拿走了？大海刚刚没解这个、啊，不是斑马的腿上不是有绿色的线吗？他好像是、哦、是这个，我看一下，那交给我。日三一五，哎、哦，太容易啦！这是一二三，感觉里面会有老鹰嘞、欸。对，好像，哎、欸，这很哎、欸，很不对。不知道从哪只脚开始。你不是还有看到一本书上面有写吗？哇 ，Omega， 一面一个。哦、首先是肢体的数量，那跟腿是没关系，是数量吗？三只紫色蝴蝶，五，哦酷啊，它原来有数字哦，等一下，然后两只两只斑马，那、啊、你们斑马这个解了吗？斑马的有了，我答案了。五四一三，哎，交给我。还开了哎、欸！里面什么？又一个盒子、欸。有一张。哎、欸，达尔文，你先把它合起来。海砖。有嘞。有、哦。这是雕是不是？石头人。又有一把钥匙哎、欸。可以插上去了，那就缺两把。有一个拍跟一个 Omega， 然后一只老鼠哎、欸。首先是肢体的数量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，打不开，用在这边吧。哎、欸，这个你们开过了、啊。触及拍，哪里有拍？拍在后面呢、欸。拍不就是这个圆圈吗？哦，拍就是这个圆圈。上面不是拿不出来。一二哦，一二三八六八六吧。好、哦，朝向西方，朝西方，三只，哦，应该是一吧，八六三，啊，也是一，料理主王啊，八六三吧，我感觉试试看啊，啊，这个要用在哪 哪里可以解、那個？有没有找到吗？不知哎、欸，大凯，你解那个蝴蝶了吗？没有。蝴蝶感觉跟旁边的蝴蝶有关嘞、欸，都不太知道他们在干嘛、欸。哎、欸，八六三，又拿到一把钥匙哎、欸。最后就剩这个蝴蝶了。啊、哦，来啊，数蝴蝶了吧？蝴蝶总共有四种哎、欸，四种蝴蝶，紫色的有两种、欸。待在不一样的地方哎、欸欸，跟他们的花花盆有关系、欸，跟那个花盆有关系、欸哦啊。哦，我所以看哦，原来是花盆哦哦。紫色的在下面、欸，蓝黄的在有一点一点的那一种，紫色的都在下面。这个，下跟右的。干嘛？开喽！哎呦，easy，哎呦，流喽，流喽！哭啊！你们蝴蝶怎么那么久啊？我刚才在想说，是怎样？是对那个时钟是不是？然后哦，原来是花纹呀、啊！哦，过关！哎呀，过关了！
还有一张哎、欸，还有一张留着明天玩吧。这张还没有名字哦。该不会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那个的环节了吧？你要那个环节啊？欸、没有没有，我是说下班的环节啊。糖豆人的环节啊。我还以为你要再玩那个嘞。我看看呢、啊。玩那个十二点了呢，再玩一款也要有点久嘞，是不是？好、哦、什么？要撤了是吧？哦，哦，撤吗？哦，蜘蛛？哦，有人提到蜘蛛哎、欸，大海，不可能吧？是谁？这时候是有可能有这种人的吗？这种时候会有蜘蛛的吗？有人破坏团结的这种人吗？是有这种人的吗？这种时候有蜘蛛，那是要很久了。